湛蓝的天空，阳光好闪亮，小鱼儿有好多梦想，世界在变，鱼儿盼望长大继续悠游海上。请听与广海岸线海洋保育系列报道。咱知道我们平湖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渔业，我们的乡亲世代有绝大多数靠海洋生活，所以说我们的海洋是我们的母亲。这是平湖县的县长陈光福，陈县长说我们的海洋是我们的母亲。今天6月8号世界海洋日，那联合国把今年的海洋日定了一个主题，叫做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听见农委会的主席委员林聪贤林主席说，今年度的世界海洋日主题是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因为澎湖是海洋国家当中的最伟大的海洋的县，所以我们对海洋应该抱着感恩的心，还有感谢的心，以及疼惜的心。我们对着海洋抱着感恩的心，感谢的心，这是我们的陈副总统他所说的话。欢迎听众朋友，各在一个来收听《希望海话线海洋保育系列报道》。那么今天知道对我真了解这声音呢，就是今天这主题啊。今天这那你话题来做会讲的是2017世界海洋日，2017年的世界海洋日了。啊，今年的这个主题啊，咱台湾呢是由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一个有平洋县政府来联合的平湖湖坎的海花家来举办了世界海洋日的活动。那么主题是定位的嘞海洋彻底活用的活动。就伫个大会背后迄一天吼，哇，真闹热吼，因为咱副总统陈建进、陈副总统亲身哦来出席，这表示咱政府吼真重视着咱海洋资源会当永续利用啊，希望未来吼大家会当来投入爱护海洋以及个行列。那么最近这几年，因为全世界气候的变迁，啊，个有咱人吼过头掠伤济鱼啊，造成海洋资源是渐渐愈来愈减少。所以讲，伫个联合国伫2008年时阵，十月五日一天啊，由6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啊，这个决议叫做是111号决议啊，指定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所以讲，自2009年迄当开始，就将世界海洋日列作是官方正式的节日哦。哎，今年联合国将世界海洋日的全世界主题定作是“咱的海洋，咱的未来 ”（Our Ocean, Our Future） 啊。所以讲，咱是一个海洋的国家哦，袂当无来关键代志啊。那么为着要响应来配合这个世界海洋日咯，所以讲由行政农委会联合了平湖县政府，伫6月8号伫个平湖来办理着2017年世界海洋日的这活动。这活动真闹热闹，除了是贵宾真侪、长官真侪，也个有在地社区，也个有一挂学生囡仔参朋友乡亲同齐来加到闹热共享盛举啦啊。那么这活动包括着学育、孙欧达参放老。砗磲背啊，就是讲咱讲鸟子汉哦，有马蹄中路哦，希望透过世界海洋日活跃行动，彰显政府伫咧善恶达生态顶管彻底活跃决心。那么活动当天哦，有咱副总统陈建进参农委会的主委林聪贤，有渔业署的陈添秀陈所长，有水产企业所的所长陈君如陈所长，嘛邀请到全国渔会的代表哇游理事长哦，柯德雄亲身来参加，也佫有研究船外学者专家，就是中央研究院的地明修地博士啊，专程到到平湖遮啊，当然有在地的地主吼，平湖县长陈光福哦，佮有在地乡亲同齐来响应，就会见证到海中造林，拍造平湖海底
福育册的，希望在呢福育册的行动开始哦，来和大家哦，所有的工人哦，所有的听众朋友来珍惜着咱的海洋资源，来珍惜海洋资源，会当永续经营哦。好，那么咱继续再来听现场，陈建仁陈总统伊伫世界海洋之东港伊讲的话吼，真重要。咱来听陈副总统伊讲的话。今天6月8号是联合国定的世界海洋日，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台湾的海洋圣地，就是我们澎湖，来参加富裕海洋七地的行动。台湾是一个四面环海的海洋国家，我们得之于海洋的恩惠，就如同刚才陈县长跟林主委讲的，实在非常的多，包括了渔业啦、航运啦，或者观光等等。所以我们呢，到了澎湖来，就更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澎湖是海洋国家当中的最伟大的海洋的县，所以我们对海洋应该抱着感恩的心，还有感谢的心，以及疼惜的心。海洋是孕育地球生命的起源，不但有丰富的资源，而且对于地球的气候调节还有生态循环都相当的重要。所以怎么样来保护海洋，来确保海洋的健康美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责任。今年世界海洋日的全球主题是 Our Oceans, Our Future, 就是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所以希望呢，借这一个机会来提醒大家来保护海洋，而且呢，一同关心全球的海洋所面临到的危机。海洋的未来需要在座的中央跟地方政府还有民间团体一起来努力以外，也需要大朋友还有在座的所有的小朋友一起关心。这里面就包括海巡署需要长期驱离或者取缔外来的非法渔船，环保署要来规划执行怎么样防治海洋的污染，还有减少海洋的垃圾。农委会呢，要推动渔业的管理，来划设禁止捕捞的海洋保护区，以及地方政府要一起努力跟中央来合作，让我们来保护整个海洋的区地。这里面也需要厂官学研大家一起来努力。我很高兴看到中央研究院郑明修研究员在这里，他对于这一个珊瑚礁的护育有一套他的理论还有实际上的作为，做得相当好。今天我也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七地护育的活动。台湾的周边的海域，特别是我们澎湖附近的海域，珊瑚礁的生态非常的丰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海流从南沙群岛、东沙群岛还有南海带上来了很多的海洋的生物。在2009年，我们成立了东沙环礁国家公园以后，政府现在也在规划把南沙的太平岛划设成海洋保护区，希望透过海洋保护区的设置，让美丽的海洋资源能够永远的健康、永续而且美丽。那今天的主题是要海洋区地的富裕，我们很感谢农委会还有这个渔业署跟水事署呢，很慎重的选择了澎湖这一个乌坎栽培渔业区作为全国的示范区。我们真的要谢谢乌坎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还有各位同仁，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富裕海洋的栖地，希望借着这个机会，透过社区的保护还有巡护海洋，让国人能够更加重视国家资源的培育还有栖地的保育跟永续的利用，让我们大家努力把台湾成为一个健康的、美丽的、年年有余的海洋国家。陈副总统哦，伫6月8号世界海洋日迄一天哦，伫说的时阵来讲出了，对着咱台湾海洋册地应该爱好好，就是照顾诶这个海洋哦。因为海洋是来造成地球生命以及个源头，有健康的海洋，才能确保着健康的人类。那么今年世界海洋日的全球主题就是咱的海洋，咱的未来。主题呢，就是希望借着安尼哦，提悬大家保护海洋的意识，并且嘛，智慧关心全世界海洋即马正面对着的各种危机，比如讲是栖地破坏啦、过度的捕捞、啊个污染、参气候变迁这问题。所以讲副总统伫历史当中就讲啊，活动的主题是海洋
找到服药哦。农委会真慎重来选择了平湖乌坎栽培协区来作为全国的示范区，来作为服药海洋生物的栖地。所以讲副总统马英五忙就有在地社区会拥护个顺和海洋的参与哦，来让大家注重着对着国家海洋水产资源的培育，搁有栖地保育参养殖利用的重视。副总统就讲啊，希望大家会当共同来创造着一个健康参当年拢有需要的海洋国家。那么介绍呢，咱伫咧世界海洋之东港哈，来请到农委会主任委员林崇贤林主委哦，伫个啊电力当中嘛有来上台致辞，咱来听咱全国相关的企业主管机关林崇贤林主委哦，伊伫个世界海洋之当中有甚么款的讲法，咱来听看卖呀。今天6月8号，世界海洋日，那联合国把今年的海洋日定了一个主题，叫做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这个也是宣示我们世界人口即将在2050年达到90亿。不过有一个我们共同的危机，也就是在未来，因为有三大因素，我们必须要谨慎地面对我们大家称呼我们地球母亲的海洋，给予更多的关怀跟做更多的这种富裕上面的这个贡献。因为我们人类在地球生活，很多的生产生活的行为造成海洋的污染。那因为我们要这个获得蛋白质跟经济的来源，我们有过渔的现象。再来就是栖地的破坏，所以我们徐理事长在地的欧理事长蔡总干事都很清楚的，咱现在渔获量年年减少，虽然拍卖的价格比较高，不过就看他共同看到一个现象鱼来不及长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危机。咱在地渔民朋友我站下来有很多地方的乡亲都跟我分享，我们平湖人很幸运，我们的灶卡就在我们的厝边的海边，所以我们要吃什么过去拿一支钓来到海边，要吃石斑要吃石肉很方便的。现在我刚才去鱼市场看，我们要吃到石斑就要拿很深的灶卡大尾我们现在包括地方今天来到乌坎，我们特别在这边这几年有一个共同的议题，就是马粪海岛越抓越小，可能越抓就越没有了。所以我们在呼应中研院的郑研究员明修兄，也是我们在地的朋友孩子，他在专台湾珊瑚礁层的这种研究非常的这个专业，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就跟我们回应说希望能够就栖地的富裕能够做一个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当年各位渔会的这些渔民朋友都要了解，我们农委会也是说地方的像北湖管政府一年在服务的这些渔灾贝类的这些鱼苗我们有数十万尾在放流，但是要是不付我们来抓，因为你把它处破坏去了，就栖地破坏的他就没有地方来藏身，没有办法来获得比较好的成长。当然除了这个以外，那因为整个海洋的生态系需要大家共同关心，所以在这被呼应陈光富县长希望咱地地方除了重视咱平湖，我们现在中央要有一个低碳的示范岛这样的一个计划，咱国发会要做主体，农委会也会承担几个责任，所以在这里首先跟这个文理署长报告，我们除了栖地今天做海洋日的富裕的这样的一个宣示，最重要我们也要把相关的政策计划中央地方带进来跟我们在地合作，这里可以成为我们农在的示范地区，我们可以让朋友大家国内外的观光客希望来到这里可以跟我们体验在地的海洋跟
咱的生态甲生活的生啊，这个生产的这个三生共构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更永续的来看待海洋回馈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代表农委会，我们所有的团队愿意跟我们所有各地区的渔会跟渔民朋友，我们要共同来打造台湾是一个永续海洋跟永续渔业跟永续生活的一个三生共构的时候。所以在这边也特别谢谢陈副总统能这个带着蔡总统的这样的一个信念跟信仰的行动来支持跟指导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地的行动也能够配合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多方的一个呼应。我现在在这边也要再次的要请托我们政研究员我们昨天也跟中研院的廖院长在这边也跟陈副总统报告你的过去的这个团队非常有兴趣，也非常愿意把所有的基础研究的能量回馈给台湾，回馈给我们各个产业的部门。所以今天也借这个机会跟所有的澎湖乡亲报告，我们今天的海洋日除了做了我们一些富裕的行动的准备，今后还有很多我们继续要来落实的地方。我们所有渔民朋友，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可以像我们这些船可以丰富这种的海洋经济的生活除了农委会可以帮忙各位做渔政和各种加工技术的提升，我们共同来保护我们现在有对到我们这个澎湖区域8000平方公里内底海洋的生态，咱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在希望看地椒盐城的部分还有一个比较我们必须要更来做落实的地方，也希望陈县长持续的在各地方来跟我们做地方的这个协力。我相信后面的这个工作，我们资源都到位了，行动都到位了，我们澎湖一定是大家最热门的海洋生态体验的最精彩的地方。在六月八号世界海洋日当天活动是在澎湖湖坎海花湖坎码头这来举办邀请到除了是副总统以外，也有农委会的主席委员林聪贤林主席，刚才在谈话当中他就来呼吁咱应该爱来正视着海洋的危机。所以讲林主席讲吼，因为气候变迁个污染啦、掺料、上过头侪鱼啊，这因素吼，造成海洋彻底遭受破坏。所以讲，伊嘛看到即马这些业主员无搁再产生过去遐尼啊侪，伊嘛呼吁应该大家爱就是三海里彻底保育，掺遵守各项禁渔规定，才当来创造生活生态。生产这三星强高的护理海洋的生态。所以说林主委在世界海洋日当天，他是提出他的愿望，就是也可以将澎湖来打造成为上热门的海洋生态体验的好所在。好，那么继续我们来听就是澎湖的大家长陈光福陈馆长在世界海洋日当天，他就地主的身份尤其是他就海洋多数的一个关系的大家长他对着海洋一同工的活动，还有未来澎湖海洋的资源安怎来守护呢？伊的看法，参与的想法安怎？咱来听陈光福陈馆长伊的讲法。今日是一个欢喜的日子世界海洋的日子。咱知影，拄阿苏伟讲地球是海洋是咱的母亲，尤其澎湖海洋是咱澎湖的母亲。咱对澎湖整个海洋的保护和发展，咱知影，咱澎湖上重要就是咱的渔业，咱的乡亲世代有绝大多数靠海洋生活，所以讲，咱的海洋是咱的母亲，吼，咱的母亲。咱古登来就是讲咱的海产事业水事所甲咱的种苗繁殖场，咱的农渔局。古登来对海上的保护对希望派去的希望，沉在海上爱牵起来的工作，
再来就是讲，咱都有看到影片，啊，就是讲啊，迄个珊瑚礁的投放，吼，因为这个爱大量的投呢，咱的鱼啊，都有法度伫遐栖息，吼。啊，咱正伫全国研究啊，会精雷，吼，啊，有一个车机贝，吼，全国的研究，咱应该繁殖成功。啊，咱即摆伫迄个南方四岛，啊，伫偏后几个海域拢咧放。啊，咱知影，咱伫旧年、今年，咱的乌坎社区放真侪鱼苗，啊，佮放真侪海胆，吼、哦，即就是讲啊，要啊确保咱的整个鱼的资源，吼、哦。啊，当然，阮真感谢，就是讲啊，中央啊，甲阮的帮忙啊，啊，咱的渔民透早啊，半暝出去摸的，就是冷机机的水、冰水，吼、哦，拄的，就是海产的味，吼、哦，鱼臭味，吼、哦。啊，但是就是为了整个地方的发展，啊，所以啊，咱的啊，注意透早嘛是七点外，吼、哦，就去洗，啊，了去水事所，啊，去看咱的冰手，咱真感动，吼、哦，啊，所以今日咱真感谢副总统，风尘仆仆，实在是真辛苦，吼、哦，真辛苦，爱特别啊，搁来甲咱陪哦，吼，阮表示感谢，还有谢谢贵宾，吼、哦，啊，尤其过顿来咱的渔业署长。啊，所以吼，伊来加来关心咱平湖的啊，整个海洋、海产啊，甲设施、冰手的代志，吼、哦，来我看来有哪几十撮，所以咱真感谢，真感谢，为着今仔啊，整个平湖的发展、海洋的保护啊，来关心啊，感谢啊，感谢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啊，诶，辛劳啊，真欢迎到平湖来，感谢乡亲的参与，咱关心咱的海洋，关心咱的资源，感谢大家。第六位八合同讲世界海洋节的活动主题哈是海洋彻底呼吁。由培养馆的大家长陈光福陈馆长开场致辞，再来阁邀请到行政农委会的主任委员林聪贤林主委参陈副总统上台去致辞。那么因伫致辞过程当中，拢真五百会当提升高质量，对着即马海洋资源减少危机的意识哦，会当来进一步实施，进一步来落实。保护海洋资源，买当做高价，卖污染，卖过期，卖破坏。海洋彻底活动现场哦，佮更加将放流活动刷到佮乌坎的海花来进行哦，希望透过政府部门研发各种的物种，又在放流，通去增加着咱的水产资源。农委会真慎重来选择了平湖乌坎栽培渔业区哦，办理着选乌佮有啊苗子含参精力放流活动哦，就是希望会当透过保护护育海洋生物。的彻底，并且借由在地社区拥护、参选和海洋的参与哦，来和大家做伙来重视咱的海洋资源的培育、彻底保育、参永续利用。过来，咱就来做伙感受到迄一天哦，活动上高调的所在，就是伫咧乌坎海花家来放流着人工性的选。人工培育的生物，还有苗子和参马蹄种螺的栽养。那么在过程当中，就是由陈副总统加贵宾啊，到达现场。在现场当中，就已经有一挂小学的囡仔朋友在遮等候啊。那由青山大使将遮要放的栽养哦，搞好。贵宾，这个有贵宾，这个搞好，这个囡仔朋友，最后同齐来搞好唱水的情况哦，扛高家。乌坎海域内底进行多部种的放流行动，这个仪式呢，就是要象征着呼吁海洋的资源，珍惜着海洋环境的观念，会当一代一代传落去，向下扎根。好的，咱就来听，咱就来感受着迄段讲啊，伫乌坎海花家进入一个放流现场的气氛。现场呢，我们在海边呢已经有安排九位小朋友跟九位潜水人员，我们请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就我们的位置啊，由我们的引导人员帮我们引导到就位的位置。那今天我们要放流的物种是砗磲贝，还有马蹄中螺。现在我们要请每位贵宾带领着一个小朋友。共同来做放流的动作，
象征着传承的意味，让我们下一代从小就培育海洋富裕的观念。那现在我们把要放流的物种来递交给我们长官贵宾，请我们贵宾以及小朋友共同将要放流的物种交给我们潜水人员。长官贵宾，面向我们的摄影记者朋友的镜头，那我们赶快，我们这个记者朋友来捕捉非常有意义的画面。好，我们副总统手上，有一株非常非常健康漂亮的珊瑚幼苗。在世界海洋日的今天，在海岛澎湖，在最美丽的海湾的海岛进行这场海洋七地富裕的活动，展现出我们一起守护海洋、珍爱海洋的决心，以海洋以海为田进行放流生根的工作，期待我们的海洋资源可以生生不息。好，那现在我们请贵宾跟小朋友共同将要放流物种交给我们潜水人员。那现在潜水人员将会搭乘渔筏，将砗磲贝还有马蹄钟螺放到我们所规划的乌坎栽培渔业区，赠予我们的海洋资源。那我们今天所放流的物种，连同刚刚所种植的珊瑚，就好像是在海中植树造林，而且我们也可以帮海洋维持干净的家，让我们的海洋资源可以生生不息。好，现在我们的潜水人员将要把放流物种带上我们的渔筏上了，我们亲自来见证这场非常有意义的富裕活动，把希望放在我们的海洋。今天之后呢，爱护海洋资源不只是在澎湖，而是要落实到每一个海域，不只是在乌坎栽培渔业区，而是要从这里出发，从点、从线、从面，大家一起来珍惜海洋资源。好，那现在潜水人员已经开始往外游，准备要登上我们的船筏，我们目睹见证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富裕活动。我们潜水人员还举手跟我们挥挥手，谢谢，感谢，感谢，希望我们的这些种苗都能够健康的长大。那今天的活动，谢谢我们敬爱的副总统莅临。那今天的活动呢，到这里圆满结束。再次感谢副总统相关的贵宾莅临现场，也非常谢谢辛苦的工作团队以及工作伙伴。在2017年世界海洋日六月八号这一天，由咱陈副总统特别参中央的农渔业主管机关的首长，包括农渔会主委林崇贤，也佮有渔业署的署长陈添秀，参水产试验所的所长陈君如，亲身到甲平湖关的乌坎码头来同齐出席2017年世界海洋日海洋七地呼吁活动，就是希望由中央参地方做伙合作，做伙来守护着咱的海洋七地。2017年世界海洋日的全球主题就是咱的海洋，咱的未来，就是要提醒大家做伙来关心着全世界海洋所面对的各种危机。那么，在咱平湖来进行这场海中自拿呼吁七地活动，更加希望各自呢来做伙呼吁海洋资源。唔，也是伫世界海洋日即讲俩哈，那俩是伫咧平湖乌坎拍一家，是当来带动整个台湾每一个人优先对待咱的海洋。今天在咱海洋保育系列报道进行是2017年世界海洋日的专题报道，感谢收听咯。海洋保育法律小词典。咱国的海洋保护区的定义，就是平均各条线为海洋延伸的一定的范围内底，有特殊自然景观、重要文化遗产参永续利用的生态资源等等，这需要由法律或者是其他有效的方式来进行保护管理的区域。即讲咱国的渔业资源保育区呢，当中有28个渔业资源保育区。金彩选外区域当中有伫个宜兰县、屏东县、
台东县参朋友馆公告，距离海花十二海里海域是禁止采捕鳝鳌，包括鳝鳌蛋。